从现场空拍的画面可以发现，这个韩国瑜大庆场的路径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长。而现在，准备好了，这个在凯道这些骑手的数是120个人，可以说是多了30个人，总共有150位。而这么多人来到现场，已经排车现场，要让这个韩国瑜可以进到这个场内。而上一次凯道这个的通道呢，其实跟这次比起来，是可以说这一次是比较宽的。而这个骑手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年轻面孔。其实我们从这一次现场转播的画面呢，我们觉得这一次真的寻找到蛮多年轻的面孔，而且甚至在主办单位，他们甚至也讲说，他们这个下一次在云岭的时候就会出动了今年的后援会，要让大家在外界感受新的这个支持者里面的面孔啊，不只是有所谓的大家比较年长的人，而是真的有这个年轻人。事实上，韩国瑜他其实已经这个坐车来到这个场外，不过因为他这个坐车哦，在场外的时候已经现场太多人了，所以他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很顺利的马上的进到会场，所以从一开始说他已经来到这个附近了，到现在已经隔了十几二十分钟，所有人摇旗呐喊，就希望可以看到哦，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了，现在韩国瑜已经来到现场了，现在所有人的气氛是为之非常亢奋哦，现在情面是整个嗨起来，所有人看到他心情就非常好。而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呢，因为这个大家都挥着旗帜还有旗手啊，所以现场这个画面有一点把韩国瑜遮住了，不过大家都已经非常高兴哦，因为终于在刚才终于从这个透转播的画面看到他本人了。而从自靠的画面可以看到，其实密密麻麻，而就跟上一次在凯道是一模一样，所有的人呢，好，所有的人呢其实都已经伸长了啊，或者是希望跟他握手。不过大家很好奇，加分姐到底有没有来到现场？不过主办单位已经在现场喊出了加分姐，所以大家都想说，是不是加分姐已经啊？的确，加分姐就是跟在他身边了，还有包括这个新闻局长王浅秋都在身边了。而且这一次夫妻两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已经贴在一起走路。不过这一次可以看出来，加分姐她的这个情绪好像是更辛苦了一点，而且她表情是更加的狰狞，因为这次拥挤的程度居然还是比上一次凯道一样这么拥挤哦，而且这一次民众都要挤到中间来跟她握手，来跟她表达致意。其实这一次的通道已经比上个礼拜要宽很多了，上个礼拜大概就是手背张开就有了，但这一次呢，大概是1.5个人张开手背这样的宽度。但很显然的，不管路多宽，都还是会造成非常拥挤。不过现在呢，可以看出来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秩序了，前进的速度呢是变慢了，但是至少腾出了一点点空间，让韩国瑜可以拱手跟大家来致意。而夫人李嘉芬，嘉芬姐可以看出来表情没有像一开始那么狰狞的，她至少现在可以跟大家微笑挥手，笑眯眯的跟大家来打招呼。不过你看看旁边的各护卫队友，他们可以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可以说啊使尽洪荒之力要开出一条路，可以是，不过他们还是希望尽量在这个拥挤的情况，还是可以让韩国瑜夫妇有一些基本的空间，可以让沿路的民众来打招呼。不过这次的民众他们也非常的聪明哦，这次有拿出这个自拍棒的方式哦，希望让大家可以拍韩国瑜拍得更清楚。不过可以看到这个护卫队真的好辛苦，真的是费尽了吃奶之力，他们这个表情哦都很狰狞。不过这次跟这个凯道不太一样的是，至少在他们前方有空出一点点空间，他们终于可以正式的跟大家来挥手跟打招呼哦。这次很特别的是，新闻局长王浅秋他就在夫人的后面跟着来保护他，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有女的随护在旁边保护，大家都拿出了这个手机，而且很多人是自制这个看板，希望来跟韩国瑜打招呼。现场的粉丝真的是非常热情，而且大家本来以为说应该50,000人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，因为花莲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不方便，而且在连续假期大家抢车票抢住宿也很不方便，所以主办单位认为50,000人应该就是紧绷了，应该就是极限了。但是呢，在刚才至少已经超过80,000人，甚至大家都觉得
现场应该有超过10万人，因为光是主舞台这个地方满起来的话，就大概有3.5万人了。那整个外旁边都已经溢出去了，而且是坐满的，所以这个人数哦，应该已经远超过10万人。而现在韩国瑜已经走到走主舞台这个部分了，希望让韩国瑜可以顺利的，不过有一点危险哦，因为这个推来推去的，差一点让他没有办法上立。不过现在终于的，夫妻两个人都已经上顺利的站到台上了。不过看出来夫人真啊，不过他们现在马上跟这个花莲县长徐正伟来握手，跟他寒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徐正伟身上贴得很清楚，贴了一个非韩不投的贴纸，是这一次主办单位特别办出来，现场每个人都有贴出这个非韩不投。不过现在这个旗手啊，希望把这个旗子可以压低一点，不然画面上可能看不到他。我们又看到了夫人现在又很认真的帮韩国瑜来擦这个汗哦，因为韩国瑜每次挤到现场的话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包括他的衣服都湿透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气氛。刚刚主持人就直接说欢迎韩总统，那么现在韩国瑜新闻越来越热，讯息越来越多，用你听得懂的话说给你听。新闻大白话，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6点 ，TVBS 56台 live 直播。